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大兄先祝所有天下的母亲节快乐。那即时要开始咱今日礼拜，请咱安静心来准备今日的礼拜。一篇第七节到第九节，因为耶和华是知识的根本，愚公的人藐视智慧和教示。我的子，就听你的老爸的教导，不通弃杀你的老母的教示，因为这要做你头壳顶的水母，你的颔颈的金莲。这是我们三个来敬拜。
这个时阵，咱要三甲阿头来祈祷，听的大神君，阮伫天顶，阮的老爸也是阮的老母，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。虽然伫疫情患难的时代，瘟疫亲像魔鬼，四处跑走，要找人来吞食，总是阮得到平安，阮领受主你的疼痛，你的顾守用宝血遮盖阮，互阮无落伫患难的陷阱，来受苦，来忧伤。为此个，阮献上感谢。你是听基督的上帝，亲像老父一样来看顾阮，互阮真正感受到疼、关怀，甲用济济好物优持。这是主你为阮所摆设的。在疫情的中间，阮犹原孝念阮的老父。今仔日是阮的母亲节。当阮搁一届孝念阮的老母，伊亲像天使之样，受车来照顾阮每一个人，用疼，用真理，用教示，伫阮人生的路途。当阮看见阮的老母，自阮细汉到阮大汉，每日操烦，每日为子儿来祈祷，每日用无价的疼，将主你所享受的老母身上一切美好的美德，来施落伫伊的子儿的时，阮献上感谢伫你的面前，因为你疼阮到伫安尼，老母的疼也是这样。但阮献上感恩的心，伫主你的面前，恳求你也祝福伫全天下所有的母亲，因为因有你的疼，因为因有为你遐来一切属灵的好物，圣神所结的果子也伫因的心中显明，互阮搁一届真多。人的子儿，阮感受到是主你的教示伫阮的中间。老母用伊一世人的精神，伊的性命来教育伊的子儿。主你也是安尼看顾甲引导。但阮搁一届，虽然伫疫情的中间，阮犹原欢欢喜喜。阮也恳求主你的灵降落伫所有天下的老母的身上，互因伫每一日的中间体察上帝水的心意，因为伊就是你伫地面上的代表。主，伫这个母亲节的中间，阮搁一届孝念，无论伫天里，伫你身躯边围绕阮的母亲。也是伫这个世间，一切你所祝福的老母，因白白领受对你遐来的恩典甲祝福，主阮也将因交托伫主你的手，互因伫身体健康、心灵平安喜乐，搁一届领受对属天来满满的祝福，互因的手推动摇拿的手。也是推动这个世界的手，为阮的母亲献上感谢。阮也恳求你，搁一届用你的圣神保守因传阮伫这段疫情的中间。阮期待会使紧紧搁一届开放，互阮转到伫教会三甲来组织，兄弟姊妹会听，伫上帝的圣殿中间看见你的荣光。恳求你，搁一届祝福
每一个国家的领导者，在第一线的医疗人员，在每一个确诊的患者，也是在这个中间，我们所站起的每一位兄弟，祝你看顾，你保守，你祝福，你医治，你搁一届将你的信心放伫阮的心内，但将早起阮的礼拜完全的交托。求你的话，搁一届坚固阮的信心。求你的话，成做阮每日的玛纳。伫头前的路，恳求你来引带。你的祝福满满伫地上，阮要享受，阮也要搁一届。把伊放伫阮的心内，成做阮每日跑走的动力。阮从今仔日礼拜。全人交托伫主你的手，愿你伫就伫阮的中间。但阮搁一届也少念主你伫早时所教是阮的祈祷，安尼讲：愿伫天下边，愿你的名声，你个灵格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对人亲像伫天里。我的日时，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。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错阮入地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。因为国、关联、阳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恁遮的囝啊，着听老爸的教示，着注意来得到真理。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，毋通弃杀我的法度。我是老爸的囝，伫老母的面前做伊第一疼的幼秀囝。老爸教示我，甲我讲，你的心着记牢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得到我，着得到智慧，着得到聪明，毋通袂记得。毋通离开我所讲的话，毋通弃杀智慧，伊要保护你，着疼伊，伊要照顾你。智慧是根本，着得到智慧。伫你一切所得到的中间，着得到长命。你若尊重伊，伊要互你生还；你若乱慕伊，伊就互你阳光。伊要用水的帽滴伫你的头壳，将阳光的暖流予你。我的囝着听来接纳我的话，就要食黄喜寿。我已经指示你智慧的路，引带你行正直的路径。你行时无得到阻碍，你走也无得到着达。着接受教示。毋通放松，着谨慎守伊，因为伊是你的活命。即时，咱要三甲来共读上帝的话语。上帝的话语今仔日记载伫箴言第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。箴言第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我的囝。着接受你的老爸的命令，毋通弃杀你的老母的教示，着常常记伫你的心，挂伫你的颔颈。你行路的时，就引带你；你困的时，就保守你；你困醒，就甲你谈论。这是上帝的话。这个时阵，圣歌队要用感谢上帝来献诗。Thank you.
兄姐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母亲节，在这要先祝天下所有的母亲一声母亲节快乐。对着恁一世人的付出、甲支持、甲辛劳，愿上帝大大祝福着恁的成就。还未开始讲道之前，咱先三个阿头来祈祷。即生的爸，听堂的主，阮感谢你。你的疼，临在伫阮的身躯边。阮对伫阮的老母，伊生阮，养饲阮，互阮成人来感受到这份疼，就是上帝的疼，透过老母围绕伫阮的四周围，固守保护阮。伫遮，阮恳求上帝。将你的祝福，搁一届加添伫所有的老母的身上，对伫因的付出、因的辛劳，我恳求你纪念伊，互每一位老母拢有上帝的形象，也用疼来疼因的子女、因的家庭。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无价的疼。Priceless love。当咱咧讲起无价的时阵，可能咱会想起两种无同款的意义。一种意义，对着英语就是 priceless， 你会感觉是钱无法度计算的，就是伊有当时啊是 less than a price， 就是伊无任何的价值。亲像你伫路边捡到一粒石头啊，你讲这粒石头啊有偌值钱，无人要相信，因为太侪的石头啊伫路面上，所以伊便于讲，伊这粒石头啊本身就是无法度用价钱价值来测量伊的价，伊真正的价值。总是咱较直接讲的，就是 priceless。就是当你去看见一项物件，伊真罕咧看见，所以你想要用真大的计数，还是你唔知影的计数来计算伊的事？你讲我无度用我所理解的数字来估计这项物件伊家己的价值。通常咱咧讲 priceless。是咧讲第二种讲法，亲像毕卡索的画，亲像一粒真价值的宝石。有一届，毕卡索伊伫阿伯出名之前，伊就开始咧学画图。有一个好业人看见伊画的图真正水，就答讲：“无你替我画一张图。”伫十天以内。你若完成，我付你一万块。哦，毕卡索真认真伫遐咧画图，画啊画，第一时间来画了。十天了后，一个好业人来摕一幅图，看了伊画了实在是真水。总是伊讲，这幅图画的主角是我，别人绝对袂去买。反正伊也卖袂出去，无我来甲伊抬价。所以伊就得出价出价，伊讲一千、两千、三千。伊讲这张图我上济用三千块买。总是毕卡索也有伊的脾气。伊讲咱当初讲好一万块，总是你为什么反悔？这个好业人就答讲，反正你买还是不爱买，在你。我干那要出三千块，家己买。总是即时皮卡索，伊讲我决定无爱买，因为咱讲好的介绍，你无遵守。总是我就怎，伫将来你爱用这张图的二十倍来甲我买。这个好业人听了就笑，伊讲哪有可能？二十倍就是二十万，我哪有可能用二十万来买你这张图？这个买卖
就无成。总是伫迄代即件代志了后，皮卡索非常认真咧学习画图，也找真好诶老师来教伊画，加上伊家己真有天分，所以伫十年后，伊就变作一个真正出名诶一个画家。有一天，这个好野人的一个朋友来找伊，才讲：“我伫来恁厝里的路上看到一个人，伊咧开画展，真出名的人咧开画展，我就入去才看一下。无拍算，我看到一幅图，一幅图画人有够生理，总是一幅图。”的工程计小时20万，总是伊的主题是叫做擦。我感觉这幅图真正趣味，所以我就来甲你讲。这个好人听了后，突然间想到，当时伊甲皮卡索所订的契约，伊就紧走去这个。皮卡索的这个开画展的所在来看一幅图，果然画家就是伊家己，国去王讲是贼，所以伊就真无面子。私底下找皮卡索讲，我愿意付这个钱来买你这幅图。这个故事跟咱讲，有当时啊，一项物件，伊的价值。毋是在地大家的公认，总是是在地咱每一个人怎样用咱的心来去体会，来去看这项物件。有价甲无价有啥物差别？有诶介绍是咱知影，总是有诶介绍是咱毋知影。特别伫即个武汉肺炎疫情诶中间，你可以发觉。健康实在是无价，对伫遐个确诊的人，因需要的是健康，开较侪钱，因嘛想要得到健康。有当时啊，咱伫厝里，你要买一张真水的眠床，是，你要较贵嘛买会到。总是你有好的眠床，你无好的困眠，这个时阵你才发觉困眠是无价。你会使买一间真水的厝，真大间、真舒适。总是你家己一个人住伫内底，你较感受到有一个真好、真水的家庭是无价。有时你会使开真侪钱去学真侪的知识，大家朴素、朴素、朴，总是真正的智慧，毋是用钱通啊买会到，智慧是无价。圣经内底有一个故事，伫耶稣伫西门的厝里，伫遐做人客的时，有一个妇人，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，就是玛利亚，摕着一盘真的纳达香油伫遐，来到上压到耶稣的面头前，将一罐真的纳达香油拍破。为耶稣的头壳顶达到落去，当咱搁一概看一罐真纳达香油的价值，对伫玛利亚来讲，这罐真正伊用真重的价钱买来的纳达香油，伊才看做是宝贝。然后伊也知耶稣基督要为世间人来赎罪的这个恩典。伊愿意用这罐真的纳达香油抹伫他耶稣的头壳顶，让伊流到伊的脚，然后用伊的头毛擦耶稣的脚，谦卑家己伫耶稣的面前。伊知影这绝对有价值，这个价值不是用价钱来算的，那不是亲像
伫当时，耶稣的门徒犹大就伫边啊讲：，那我用这罐油去卖三十牛银来敬祭遐的送香人。伊把这罐真正宝贵的油看作是三十牛银，用价钱来物化这项物件。总是玛利亚伊毋是安尼看，伊知耶稣要拯救世间人，下面伊会做诶即种恩典，即、這个恩典毋是用钱通啊买会着诶。对伫玛利亚来讲，即项是无价，耶稣诶救恩是无价。总是对伫犹大来讲，伊认为即是值得三十两银。有价甲无价差伫倒位？差伫咱每一个人诶心内。当今仔日咱看见，今仔日是咱所伫诶，咱所要庆祝诶母亲节。搁一摆思考来思想，老母对咱诶疼。有诶囡仔伫老了后，伫母亲节诶时，拢会买一个鸡蛋糕，摕一个红包互妈妈，多谢你对我过去诶栽培甲疼。总是有当时啊，兄弟姊妹中间有人甚至咧计较，哎呦，摕三万、摕五万，还是摕十万，还是常常当母亲会疼伫囝子个心上用钱来算。总是母亲会疼，伊敢有咧计较讲，母亲伫你个心上开偌济，你都爱把我还倒转来，并无。母亲的疼是无价，无价的意思就是，这个疼是无法度让你去切度的，就是讲，母亲为我牺牲，你用一百万、两百万、三百万台票来甲伊算，是无法度切度的。总是母亲疼囝子，也毋是因为伊伫将来要得到报偿的，母亲的疼是真正的无价。这个无价，要表明第三项事的中间。第一项就是母亲的智慧是无价，母亲的疼中间所显明的智慧是无价。咱拢知影，囡仔出世了后，爸爸妈妈是一开始甲囝子斗阵的。最近，海蒂、戴维得到一个婴仔，因伫过来的日子，会成做这个囡仔的第一个老师，就是父母要用伊家己的言教、身教来教这个囡仔来分别什么是对，什么是唔对。哈佛大学的校长伫一届的开学中间讲，教育的上大的目的，就是要教示人分别什么是对，什么是不对，是非，以及知影什么人在讲白话，什么人在讲实话。父母的智慧要成做囡仔上重要开始学习的一个阶段。总是有的老爸老母在饲囡仔的时，有人会讲啊，你这拢是第一胎吼，是照册来饲啦，照书养。然后后壁咧是叫做照猪养。是啦，一开始我相信，阿未做过妈妈诶，遮个怀孕诶负责人，因开始怀孕诶时，一定毋知影要安怎样饲囡仔，所以因会去买真侪册、真侪资料，来想讲要怎样照顾伊个囡仔。研究规半波了后，发觉囡仔一出世，并毋是册顶面所讲个安尼。总是伫第二胎、第三胎以后，伊就知影，因为伊已经伫第一胎个时阵学习着济济个经验，互伊知影怎样来照顾即个囡仔。总是互伊食会饱、穿会少，通啊好好啊顾伊，好好啊疼伊。当然，咱毋是要真正将伊来
当作猪来饲。总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，父母有这个款的智慧，知影怎样来养饲囝儿，因渐渐满有上帝的智慧伫因的心中来照顾这个囡仔。当咱搁一再看见圣经中间玛利亚，伊愿意尊主最大，这是一个上大的智慧。这是一个上大的智慧，因为上帝所欲伫伊身上行的，上帝的确启示伊清楚明白上帝的旨意。玛利亚愿意尊主最大的意思，就是愿意顺服谦卑伫上帝的面前。这是伊上有力，通来教示伊囝儿极大的一个智慧。所以伫诗篇，也伫箴言第一章第七节，所罗门王安尼讲：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根本。咱的知识拢对伫上帝遐来。然后伊阁讲：我的囝，就听你的老爸的教导。唔通弃杀你的老母的教示，在你囡仔成长的过程中间，听老爸老母的教导教示，在你一世人拢会有利益。接下来伊安尼讲，因为这要做你头壳顶的水母，你颔颈的金链。当你想一条金的破链挂在你的身上是何等？会予你的身份，予你的外貌，通啊得到一个人的欣赏。当你若愿意照上帝的教示，照父母教示咱来领受这种款的智慧的时，你就会亲像安尼。母亲的疼的智慧是无假，因为伊为上帝遐领受的智慧。是落伫囡仔诶身上，互囡仔亲身感受到，这是我所要领受，这是我所要得到诶。伊诶智慧会影响着囡仔将来要跑走诶道路。第二项，咱要看见母亲诶疼诶中间所表明诶勇气是无假。捌有一届，有动物园有一只虎。走去伫街仔路，伫遐咧四过行，大家看到都小闪拢袂离。当一个村庄，一个庄伫遐咧放送讲，请大家注意，有一只虎走来伫咱的庄，请恁注意恁的囡仔。有一个老母看咧，啊，伊救过一个囡仔伫外面咧佚佗。所以伊就无顾家己的性命，闯出去为着要找到这个囡仔，要保守伊的安全。这个款的勇气，唔是普通人做会到。最近网络有一个真正趣味的影片，也是咧表明母亲的疼甲伊的勇气。有一阵的落啊。有一只母的鹿仔，看见伊的鹿仔仔伫水边咧佚佗，然后打落去水的内面，想要过河。总是伊目睭真尖，一时下就看见伫远远的所在有一只鳄鱼，一直咧收我来，想要去食伊的鹿仔仔。这只鹿仔母就真正紧张，就用伊全身躯的气力。走啊走啊，跳落去河内底，走走走。近我伫伊个落我囝个时，拄下鳄鱼收佮伊个边啊，为着唔爱予鳄鱼去伤害伊个落我囝，伊就徛伫头前，予鳄鱼呾合落去。当鳄鱼食着即只落我母个时，伊就越头做伊走。落我母看见落我囝。平安无代志，伊就放心地予来死。这个故事看见母亲的疼，愿意牺牲伊家己的这个勇气，
是别人做袂到的，这个勇气是无价。母亲的勇气是牺牲奉献的勇气，那不是因为疼，相信无人做得出来。当咱搁一摆看起圣经的中间记载，摩西的老母，当伊知法老王要杀死所有两岁以下的囡仔，尤其是查甫婴，伊将伊的囝囥伫一个草编起来的篮仔内底，予伊留到法老王的查某囝洗身躯的所在。然后，伊将摩西当法老王的查某囝捡到这个婴仔时，伊的这姐米利安就阁邀请伊的妈妈来做摩西的领母，来养饲伊。你看摩西的老母为着摩西牺牲一世人，予伊伫埃及的王宫大汉，伫伊的身躯边教育伊、养饲伊。假使伊是一个以色列的百姓，这个款的勇气，真正是值得咱钦佩。搁一届咱看见玛利亚，当伊是在十路玛利亚的时阵，因为圣神投胎所承担的风险，就是予人用石头啊拍死。总是伊知。伊知上帝的智慧，伊知上帝的心意，所以伊担这个风险，予伊家己怀孕要来生耶稣。这个款的勇气，面对死亡的勇气，真正是无价。为着要保护这个婴仔出世，伊也用尽伊一世人来照顾耶稣。著名的报道家 Billy Graham 伊捌讲过，伊讲伫地狱内面的魔鬼虽然多，总是无法度对一个老母的手中来夺去任何一个婴仔。你著知影老母的勇气，真正是保护囝儿，这种精神是无价。伊无爱乎任何一个囡仔。会使失落，会使予魔鬼来掠去，用出济济个即个勇气，有当时也毋是一般个人通啊做到。第三个，母亲个疼中间所包含个信心是无价。当一个老母若知影伊个囝儿，伊就去期待伊个囝儿会有好。的发展会有出脱，所以伊伫伊的子嗣中间所有的用心，伊拢知伊的子是上佳优秀的。所以当咱咧学教育的时阵，老师会安尼讲，每一个妈妈拢认为伊的子嗣是天才儿童。每一个妈妈的心目中，伊的子儿拢是上界优秀的。伊袂怀疑伊，怀疑伊的囡仔，总是伊知伊的囡仔有 potential， 有潜力。只要伊愿意，只要母亲真正耐心、贴心的对待伊的囡仔，伊的囡仔一定会有好的发展、较好的出团。这是妈妈对伫子儿的信心。这个信心是无价。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，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十五节，伊讲妈妈绝对袂弃杀伊的子儿，因为妈妈负责人减的袂记哩伊食冷的婴仔，伊永远记条条，永远对伊有极大的信心。然后伊讲，伊敢有无怜悯伊所生的囝？即个款
当然，以赛亚先知是咧讲上帝怎样对待以色列百姓，亲像老母对待伊的子儿一样。上帝绝对袂弃杀伊的百姓，老母也袂弃杀伊的子儿。就算伊的子儿脚无好，伊也知伊的子儿是伊所生，伊对伊有信心，只要伊好好做，好好打拼，伊绝对会使得到上好的祝福。捌有一个查某囡仔去应征一间公司的经理的职位，伊有真好的学位，真水的面貌。入去公司的面试开始，一关过一关，大家拢真欣赏。到伫同尾一关，董事长亲自甲伊面试。总是董事长看伊的资料了后，并无对伊的资料有任何的怀疑，就甲伊伫遐咧讲话。他问讲：哇，你读到遮尼悬的学历，一定是你的爸爸妈妈真正是大公司的董事长，也是总经理，也是做官的，有钱通啊赞助你来读册。这个查某囡仔，甲董事长讲：我的爸爸伫四岁就过身啦，我的妈妈自细汉养饲我到大汉。安尼，伊董事长就甲问：安尼，你的妈妈兼差是伫大公司做真悬的职务，收入真悬，互你供应你来读册。这个查某囡仔，甲董事长讲：毋是，我的妈妈只不过是靠平常时给人洗衫，趁遮的钱一点一滴累积起来，让我通啊去读册。这个董事长不只有趣味，对伊的妈妈就当问：安尼，你捌把你的妈妈到做过啥物家来事无？这查某囡仔答应讲：我的妈妈敢若同我讲，叫我好好读册，好好打拼，剩的代志妈妈家己会来 take care。所以甚至连厝里的家来事拢无叫这个囡仔来做。这个董事长就讲：无安尼，你今日就回去了后，来替你的妈妈洗手，然后明仔同这个时间，你该回来我的办公室，咱甲继续来面试。这个查某囡仔真正摇疑，唔知董事长的用意是啥物，总是伊照着这个董事长所吩咐的，回去处理。彼暗，把伊的妈妈洗手，当伊开始把妈妈洗手的时阵，摸着妈妈的手，遮尼粗，避开。遮尼散，遮尼济个空嘴伫妈妈个手个中间个时，伊开始流目屎。伊知影伊个妈妈伫过去个日子中间，怎样用济济心思，为着要加趁寡钱，互伊来读册，所付出个辛劳，伊一边同妈妈洗手，一边流目屎，落尾同妈妈抱咧。但伊妈妈讲：“妈妈，我爱你。”隔顿工共迄个时阵，转去面试的时，入来伫董事长的办公室。董事长看到伊目眶红红，就知伊有照伊的指示，昨暗甲妈妈洗手。董事长第一句话就当问：“你的心内的想法是啥物？”这个查某囡仔目眶红，就讲：我感谢我的妈妈，伫过去的日子为我的牺牲。我知影我的妈妈真正是疼我，予我无烦无恼读济济的册。但我愿意用我一世人来报答我的妈妈对我所做的一切。这个董事长随时把这个查某囡仔讲：你录取啊！
欢迎你加入阮的团队，因为阮的团队想要找一个真正知影感恩、知影报答的一个经理。对于这个故事，咱来看，妈妈知影儿子的心，妈妈知影要培养一个有出脱、有成长的儿子是非常无简单。总是伊无因为安尼失去伊的信心，伊对伊的儿子有信心，伊就算伊用尽所有的气力，也要将所有一切的好物来给这个儿子。哈娜是一个真正好的一个例，伊伫撒母耳上段上卷第一章的中间，咱看见哈娜虽然无法度怀孕生子，总是伊对上帝有信心，伊也伫上帝面前求一个子。上帝照伊的祈祷，赏赐伊一个子撒母耳。总是伊无因为得到这个囝撒母耳，伊就答讲：“这是我的宝贝囝，我要把你留在我的身躯边。”总是伊照伊所下愿的，将撒母耳献伫上帝的面前，因为伊知伊要回应上帝的信心，上好的办法就是乎伊这个宝贝啊囝真正对上帝有信心。伊的老母哈娜，伊知撒母耳是上帝所赏赐的。就爱归伫上帝，哈娜的信心值得咱学习。咱看见撒母耳到伫落尾，真多以色列百姓中间真难得，真正敬虔伫上帝面前，传达上帝的旨意的一个先知，祭司也是士师。哈娜知影对上帝的信心，也知影对撒母耳的信心。伊也搁较知影，上帝敢无比我搁较重视即个囡仔嘛？这是老母的信心，即个信心也是无假。伫今仔日母亲节的中间，咱搁一届看见，咱的老母对咱有缘也是有即个信心。一个有信心的老母，伊知影我靠上帝就是智慧的根本。伊也要将这个水的根本赏赐予伊的儿子，老母用尽伊一切，要将这个儿子交伫上帝的手，因为伊更加知影上帝比咱更加重视这个囡仔。最惊奇的，伫今仔日母亲节的中间，你敢有感受到老母的疼？这个疼。在老母的特质中间来表明出是真正无假。我咱搁一届孝顺老母的疼，予咱真正搁一届感受老母疼中间对咱的栽培，对上帝来的祝福，上帝将老母赏赐在咱身躯边，就是对咱上好的祝福。很少跟阿头来祈祷，请他们做工感谢你，因为你想属我老母，请做我的帮赞，请做我的祝福，用伊的疼心，用伊的勇气，用伊的信心，请做阮上好的模范。阮知妈妈对阮的心，也亲像上帝对阮的心一样。阮无法度回应这份疼，总是阮记着伫心内。阮知有一日，阮要为妈妈来祈祷，为妈妈来恳求上帝祝福伫妈妈的身上。愿你的心大大祝福伫每一位老母，予因真做上帝的疼的代言人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恳求。阿们。这时，咱有母亲节特别的献诗是儿童主日学，因所要献的诗是《妈妈的宝贝》。
即是咱三甲来读本周的经句，本周的经句记载伫箴言三十一章第十节，咱三甲来读两遍。有才德的富人人，一嘴话找着啊，伊会记得大大赢过宝石。箴言三十一章第十节，有才德的富人人，一嘴话找着啊，伊会记得大大赢过宝石。箴言三十一章第十节，这是要来消息甲报告。本主日是母亲节，咱感谢上帝，赏赐咱有一个真疼咱的母亲啊，予咱伫这个世间会使感受到无价的疼。愿上帝祝福所有天下的母亲，也咱愿咱珍惜这份啊的稳定。感谢上帝，也感谢咱的妈妈。第二项，TPC 最近伫网络圣经主日学有新增加一个礼拜四早起十一点，也特别邀请宋伟志老师来分享圣乐甲古典音乐的节目，叫做《山姆的圣乐时间》。山姆的圣乐时间要透过分析这个圣乐。以及古典音乐中间的关系，来给咱介绍咱所熟悉的圣诗是怎样来。真正好的一个节目啊，伫每礼拜四上午十一点啊，透过好牧者的网站来收看。欢迎兄弟花时间来听，这真精彩，连续有四个礼拜的这个讲解。第三。TBC 的网络圣经主日学特别时段，伫后礼拜二，就是五月十二的阴暗八点，有缘邀请华典教会曾信德牧师来做真好的分享，互咱知影怎样伫疫情的中间做一个好的基督徒。请兄弟伫另半时间来收听、收看这个精彩的这个分享。有缘是伫好牧者的网站中间来播送，请大家注意。第四项，咱恭喜咱教会的青年David Way 甲 Heidi Tsai 这对夫妇，因伫即礼拜一五月初四的下晡四点半有得到一个查甫囡仔好名叫做 Jonah 因即马已经回来伫厝里伫遐咧静养。囡仔也真正古锥，哭声真正大声，我相信大家伫咱的 LINE 群组拢有听见，也愿上帝祝福因，咱教会阁加一个囡仔，也愿上帝祝福咱的教会。伫咱要来迎接是百三十三岁，富有上帝。Thank you.
感恩头来领受属天的祝福。至大人君，阮伫天顶的爸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赏赐予阮有老母的疼，伫阮的心中，伫阮的身躯边照顾、扶持、养育阮，予阮真正成人，真做主所要用的百姓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、疼痛、上帝的慈悲、恩待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三甲之地，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
今仔一个礼拜到遮，愿上帝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，上帝祝福恁。